敌人的数量远超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那这一期介绍的呢是守望者的一个任务，大家都知道，守望者的任务呢只需要你杀一个怪，而这个怪呢是比较强力的。如果说单单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这个怪呢就是强到不行。但是现在呢，魔兽世界毕竟是刚刚开服。 所以人实在是太多太多，根本不需要集合时，你每当过去都有一大群人等着你。那么这一次杀的呢，就是一个萨特啊，或者说就是一个恶魔。投降了燃烧军团，然后在这里待着，有强大的能力，还有巨大的血量，那玩家这边呢，只需要轻轻的一波，就有一群人跟你一起来干他。所以这个任务呢，在现在版本中呢，根本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，只是呢，你就不要太装逼啊，往前去冲，这样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但守望者的任务呢，总是有一种让你觉得杀敌的快感啊，从之前乱杀无辜呢，现在变成了正义的使者，暴雪也是打了一手好牌。好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我们不会忘记你今天的帮助，勇士。守望者欠你一份情。